Positive Response Dog Training 嘅狗隻訓練員 Loretta。 我知道喺呢個非常時期，大家同狗狗都需要好長時間留喺屋企，可能會開始悶㗎啦。不過你知唔知道一隻悶嘅狗有機會帶嚟一啲問題㗎喎？佢哋可能會吠得更加多啦，可能會搞搞震，甚至乎有啲破壞行為出現。咁不如趁呢個時間同我哋學一啲最新嘅狗隻訓練技巧同埋知識，等你哋有更加多嘅活動時間，又可以增進一下感情。不過大家千祈要做好防疫措施，保護好自己，照顧好狗狗。希望我哋好快可以一齊開始呢啲訓練啦。拜拜。